奇怪，我那台怎么剩这么少？哦，好累哦。哇，都这么晚下班了？没有啦，今天加班。哦，辛苦喽。你吃饭了没？还没有。我买了一些红豆饼，你饿的话可以拿来吃。真的吗？嗯。谢啊。你在干嘛？泡奶茶，看不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啊，但是这是我带来的。是哦。蛮好喝的。我的奶茶，不能喝吗？可以，但你要喝之前，是不是要先经过主人的同意？那我跟你道歉嘛，只是一包奶茶而已，有必要讲话这么大声吗？如果你的东西被偷了，你会不大声吗？干嘛？还你啊！都已经喝过了，你还要还我？你真的很过分哎！我要告你，偷窃他人财物。 还有暴力对待室友，偷窃、暴力，你有事吗？我什么时候偷你的钱啊？还是打你了？偷我的奶茶，昨天晚上喝醉，还把我压在沙发上。来，欢迎你加入同居世代。哦，谢谢。啊！救命啊！超变态的，我把你压倒在沙发上。 我有这么饥渴吗？少臭美了！我有人证，你赖不掉了。房东先生，你都不出来主持一下公道吗？他真的很过分哎！房东，这位小姐，拜托一下啦，他才是房东。好，真相大白。 我回房间看剧了，晚安喽，房东。记得小声一点，OK？ 你刚说想告我什么？谢谢你的奶茶。